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，欢迎来到我的捷德奥特曼街机游戏。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街机形态是强壮哥莫拉。那这一次我们会用卡片召唤出捷德奥特曼的英勇挑战形态。在之前的街机游戏里面，我们已经召唤过了英勇挑战形态。那大家还记得它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身的吗？然后我们会用卡片来召唤奥特曼的战友，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他和雷欧是好兄弟呢。然后我们会用两个怪兽胶囊召唤出强壮哥莫拉。那这是一个街机专有的形态，它是由哥莫拉的怪兽胶囊和泰兰特暴君皇帝的怪兽胶囊融合变成的。我们来选择捷德奥特曼的简单任务。那这次我们要对战的对手不是怪兽，而是奥特曼，而且是捷德奥特曼的皇家形态。最后能不能打赢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。两个奥特曼登场了，好帅气呀！首先是我们的攻击，英勇挑战的光线攻击来了。这时候可以融合变身，让我们来召唤强壮哥莫拉。这只怪兽看上去好巨大呀！这招必杀技好像是重力波，把皇家形态重重的压在了地下，好厉害啊！让我们来继续攻击。这时候可以发动联合必杀技。左边这个奥特曼的必杀技是什么呢？他飞了起来，一脚把皇家形态踢倒了。巨大光轮的必杀技来了，好帅气啊！这时候可以发动联合攻击，两个奥特曼联合攻击皇家形态，又轮到我们的必杀技了，让我们来充满能量槽。巨大的光轮必杀技，太帅了！感觉皇家形态好像情况不太妙啊！皇家形态的攻击来了，又轮到我们的攻击了。最后一击来了，看来我们快要胜利了。巨大光轮，那这一场我们打赢了皇家形态，那你们猜到了吗？今天的街机游戏就到这里，更多更好玩的街机游戏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